典爱情故事《梁祝》晚间是舞台剧首演，许多名人都到场，包括了陶大伟、孙越、白冰冰等人都到场回味过往《梁祝》万人空巷的情景。而当凌波、胡锦出场的时候，台下更是以热烈掌声为两人喝彩。凌波重登舞台饰演梁山伯，台下响起如雷掌声。重新改编的黄梅调歌舞剧《梁祝》首演，许多大牌资深艺人都到了，60人的势力国乐团演奏，现场气势更不同凡响。重新登台演出，从服装到舞台布景都加入了现代元素。凌波老公金瀚在演出前就说会在台下默默支持他。那他心情怎么样？他很焦虑，怎么安慰他？那没有办法，就希望他祝他好运，对不对？可是昨天晚上我看完了以后，我觉得他们已经很成功，一定会很成功的。台上演得精，场外要看大戏的观众也已经挤得水泄不通。老中青艺人也都共襄盛举，艺人陶大伟、孙叔叔孙越，还有白冰冰，尤其穿得华丽，更不吝啬地分享自己最爱的桥段。一摇动海龙王脚，二摇瞎子头上脚。当年造成轰动的梁祝爱情故事，如今再度呈现在老梁祝民的眼前。不管是楼台会还是18相送，今日的梁祝试着加入新意，要让新旧梁祝民既是回味又不同于以往的感受。中央新闻郑宗雅台北报道。